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容妆的 Fanny， 今天要教的是如何来定假睫毛。其实用对方法也是很简单的哦。在贴睫毛之前，我们首先加翘自己的睫毛。我们拿出假睫毛，把假睫毛和自己的眼睛长度对比下，然后根据自己眼睛长度修剪假睫毛，接着用手搓假睫毛成 U 字，要让假睫毛更加柔软，多搓几下。拿出胶水挤在棉棒上，这样更方便涂胶水。我们把胶水均匀地涂在假睫毛梗上，在眼头和眼尾的位置我会多涂点，因为这两个地方是比较容易脱胶的地方。然后等睫毛胶水变半干的时候来粘贴假睫毛，先粘贴眼睛中间，之后再来贴前后。如果你眼睛比较敏感，眼头的部分可以往后贴点，这样就贴好了。贴完之后拿睫毛夹把真假睫毛夹一遍，会更加贴合。第二种分段式粘贴，我们把睫毛剪成三等份，首先从眼睛中间开始贴，之后贴眼尾，最后贴前面。剪成三段的话，粘贴的时候也比较好粘贴，也能很好的调整眼睛的弯度。比起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容妆的 Fanny， 今天要教的是如何来贴假睫毛。其实用对方法也是很简单的哦。在贴睫毛之前，我们首先加翘自己的睫毛。我们拿出假睫毛，把假睫毛和自己的眼睛长度对比下，然后根据自己眼睛长度修剪假睫毛，接着用手搓假睫毛成 U 字，要让假睫毛更加柔软，多搓几。